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好奇仔。人都相同，哇，你好中啊，劲啊！咁啊，好多网友都话，我期待五仔讲人都相同又中啊。系啊，因为咁样嘅，自日本嘅前首相嘅安倍晋三嗰种，个散弹枪嘅嘣一招入粉底噶，而家抢救啦，心跳又冇晒啊，星星啊，咁啊，星星啊，星星啊，又成啊，咁啊，究竟会唔会就咁走咗咧？系，咁但系有网友又话，前呢个国家领导人啊，同一个现任国家领导人系两回事嚟噶，啊，你夹硬都话人都神同有中啊！啊，咁究竟系中定唔中咧？我哋同大家跟进啦，安倍晋三嘅最新消息，同埋呢个英国首相嗰个叫咩啊？约翰逊，我以为马卓安添。马，哇，几多年前啊，大哥，马卓安，三丰年前，哇，依家系咪又要辞职啦？啊，鞠躬喎、啊，玩完啊，真系啊，坐不住啦，嗯，系咪啊？冇错。咁啊，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嘅资料收集，唔问计 Patreon 冇广告啊，同大家继续用呢个咁嘅印度话，印度。神童啊，同大家讲啊，咁啊，今日犀利啦，你啊，呢个安倍晋三俾人一开枪之后咧，印度神童啊，都乘机炒翻热起嚟嘅，系，因为佢最新预言，我哋早几日讲啦，有几个译本啊嘛，系咪？系，其中一个译本啊，阿印度神童有讲过一样嘢嘅，就系乜嘢啊？就系话今七月七号开始到八月啊，八月头呢一个月内。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呢都有机会面临大灾难啊嘛！系中国天灾嗰一拍，极端天气，我哋国家气象局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吓。OK， 日本 boom， 今日 boom 开一枪，哇！呢一铺仲唔系印度神童有种吓死人啊！更加有之前有个英国预言家就话啦，今年啊。將會咧喺國際上面有一個咧，即係好高嘅領導人物，甚至乎嚇有啲人又話佢係領導人啦嚇、啊，領導人物同領導人。咁你話日本前首相算唔算係有啲影響力咧？咁當然一定唔會現任首相咁有影響力嘅。咁但係啦，同時間喺呢個國際上面喺呢個地球都有兩個，一個就前，一個就已經完。鞠咗躬嘅首相都出現咗問題。大件事啊！喺呢個世界，印度神童講到話呢個月係最兇險嘅一個月啊！咁樣搶嘅後面有個散彈槍，個射到嗰條頸要心臟停頓啊！冇錯啦，非常之兇險啊！啊，印度神童話由於呢、這個嗰、那個依家進入緊呢個叫天黑地衝啊嘛，係咪？咁啊係最充滿最負能量嘅時候。咁嗱，有人就話啦，阿安倍依家情況有幾惡劣咧？咁我哋首先同大家跟進翻安倍嘅最新消息先，因為現任首相啊岸田文雄都出嚟講嘢啦。咁咧佢原先啊喺都係好似阿安倍咁喺街頭講緊嘢嘅，咁就佢即刻咧，哇，好危險啊！喳喳聲係啊，佢都喺出邊講緊話，一收到消息喳喳聲飛翻去東京咧就。出嚟真系，依家佢都要讲嘢啦，吓死人，吓死！嗱，阿岸田文雄喺翻到东京之后咧，佢发表演讲，佢指出安倍晋三依家情况系极度危急，医护人员极力抢救紧佢，吓咁佢表示咧，依家最重要嗰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睇新闻，祈祷啊！哦，祈祷，希望安倍晋三能够挨过呢一关。暂时佢都表示未知凶手背后嘅动机吓，但系咧佢个背景咧有传啊，有传咧原来啊呢条友仔咧即系疑凶啊，叫山上彻也啦，系呢个海上自卫队嘅成员噶。嗰个先系自卫噶。系啦，啊咁啊，会唔会受呢一啲军事训练呢？哇，佢啊变节啊！我唔知佢变咩节啊！边个主将佢做啲咁嘅扑街嘢啊？系咁啊，有啲人咧，我都话啦，喺网上边啊，啲网民系好大影响力噶。啊，咁啊，
大家咧唔好忽视你对每一件事嗰个言语啊，吓一阵间咧就影响到咧国际，已经崩咗你啊！真系啦，女仔啊，系啦，影响到喺网一只国家嘅层面噶啦。哦，即系话你嗰啲啊，网民话琴日已经讲定话要怼冧佢，点知今日佢怼冧啊，俾人啊，系咧。啊，嗰啲啦，唔該，唔好咩啦，唔好亂講啊！好啦，另外啦，岸田文雄啊，即係現任嘅日本首相咧，講到話啦，呢個係作為民主之根基選舉幾啊舉行期間發生嘅卑劣野蠻行徑，冇錯，絕不能容許啊，將以強烈嘅言辭賦予呢個譴責噶。言辭有乜用啊？係嗱。日本啊，参议院嘅选举咧就嚟紧咧喺后日啊，就进行投票嘅。咁啊，安倍晋三出事啦，呢单嘢咧就各党派已经暂停喺街头拉票嘅演说噶啦。嗱，有消息啦，头先之前我哋讲到话佢可能又唔知系手枪啦，定系散弹枪啦？依家咧就讲到话系一啲自制嘅散弹双管散弹枪。咩、叫双管散弹枪啊？有冇睇过？有冇睇过？系啦，嗰啲鸟枪啊，类似嗰啲叫做鸟枪啊。根据日本嘅朝日新闻报道啦，枪即系事发当时候咧，嘣一声咧响喺安倍晋三嘅背脊响起，而佢嘅胸部中弹咧出血、哦。咁系啦。就话佢咧失去意识，心脏啊骤停啦。咁而 NHK 啦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安倍目前情况恶劣，失去意识。官房长啊官松野博啊喺官邸咧就对记者讲到话，无论唔理佢咩原因都好。呢一啲野蠻行徑都係唔容許噶，咁梗係啦。美國我哋都講到話啦，你就算美國嗰啲，喂，你打到人哋咪瘋鬥嗰啲都係唔啱噶嘛，係咪？冇錯。係啦，咁加上啦，暫時目前情況都未知。咁疑兇咧就一位40多歲、名為上山雅切嘅成年男子咧，就已經喺現場咧就俾人制服嘅。咁話佢啦，當時戴住眼鏡啦，同埋笠住口罩，身穿咧灰色上衣。嗱，你又係怪噶啊！咁啊，即係呢啲咧，有人就質疑點解咧佢可以埋到身？當時候啊，嗰啲咁嘅保鏢咧，係咪發緊夢啊？台灣啊，你知咩？而家台灣啲新聞啊，講緊啲咩啊？講乜嘢？全講直呢話個日本啊，安倍晋三啊，身邊嗰兩個嗰啲保鏢啊，瞓咗覺啊？係應該係被譽為全世界最貴嘅裝飾品啊！係撲街啦佢！係你請擺到做乜嘢？請你翻嚟做咩啊？係嘛？睇住佢俾人剁啊！睇住佢俾人剝喎嚇！咁而講到話好似話日本嗰邊咧都執到嗰支咁嘅削短咗嘅。我哋因為開頭啦，我哋都質疑佢。散彈槍都一定有咁上下嘅 size 啊嘛，佢點樣可以收得埋呢？原來就係縮短咗嘅，縮短咗槍管噶，咁都非常之恐怖啦。咁呢單新聞係咪咁啊？影響到咧，究竟啊全球都有消息出現啦，亦都咧講到話 Donald Trump 啊，犀利啦！呢個絕對毀滅性嘅消息啊 ，Donald Trump 都講啦嗱。安倍晋三咧嗰时候啊，都系咪同阿 Donald Trump 有啲 friend 噶咁样咁啊？就住呢件事咧，全球啊多国领导人咧都出声。咁啊，美国前总统啊 Donald Trump 咧就讲到话啦，安倍啊遇食啦呢样嘢咧系毁灭性嘅消息啦，系啦。而呢个美国驻日大使都出声明，佢话佢哋对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击。呢件案件咧感到悲痛同埋震惊，呢啲晒铺系啦，咁大家都明白啦。而泰国总理阿巴育咧吓都出声，对于安倍晋三俾人遇刺系非常之震惊。嗱，胡锡进都有讲嘢，佢都讲啊，梗系《环球时报》前总编啊，佢话啦，安倍咧俾人呢个遇刺啊，同埋失去性命嘅征象咧，就表示同情咁样啦，系啊，咁死要，究竟咧死咗未啊？未啊，未啊，未。暂时我哋拍片嘅时候未公布，未讲死住，但系啦，讲下喂呢条友仔啊。點解要刉佢先？即係有報紙咧，依家就講到話啦，呢、這個41歲嘅疑兇咧就向警方提供，就話啦，
我唔妥啊，安倍晋三唔使杀人啊，所以我就要做冧佢。系咩？哇，咁激进嘅咩？而家啲日本人好激进啊，好激进。咁究竟系点样咧？嗱，呢条友仔咧上上。山上切也啦，就嚟自都系奈良市嘅，有传嚟自山上，唔系啊，啊有啲人就话山上有啊，啲人睇咗唔知点解，系啊，啊一睇山上有眼啦，系啊，咁啊就话佢咧做过呢个日本海上自卫队噶，做咗三年噶，咁有人就引述翻啦。呢、這個消息咧就指出咧，呢條友仔咧就向警方提示啦，啊即係講到話，純粹啊，對於佢可能阿安倍晋三咧喺做呢個首相嗰時候咧嗰啲政策啊方向咧唔中意，所以咧就要殺死佢喎，喂！唔中意佢就殺死佢啊！哇！你話呢個世界咪好立立亂？所以話都要好多嗰個防衞先得啊！係，冇錯。咁啊，嗱，而佢呢支槍咧就係土製嘅散彈槍嚟嘅。咁講到話啦，日本啊嚇都係對於呢個槍械咧非常之管制，都非常之嚴厲噶。咁啊，有幾土製下咧，就原來啊，我哋見到咧，我開頭都九個問號啊，究竟呢支叫槍唔係啊嘛？解哥咁樣嘅喎。咁啊呢支喎，哇好陶制啊，好盒仔咁，盒仔咁样啫噃，两支银色管啊，就出边咧攞啲黑色嘅胶纸咧捆埋一齐啫噃。你话系啊系啊，就系咁样，系啊，咁啊呢，因为日本方面咧就引述警方消息话呢支咁嘅土制散弹枪咧系完全 handmade 嘅，系咪？犀利啊！系啦，咁啊基本上咧。子彈你又擺唔，即係嗰啲普通子彈又擺唔落噶啦。咁見到咧嗰種惡劣程度咧係非常之差噶。日本方面啊，有資深嘅警察表示咧，呢、這個啊呢支槍咧基本上係粗到咧喺佢哋日本原住民啊自己整嗰啲散嗰啲叫做打野豬嗰啲槍咧，都整得靚過佢噶。梗係啦。係咁，但係估唔到咁粗略嘅槍咧有咁大威力喎、啊。好好。系啊，火药啫。系啊，反而系我哋都觉得奇怪，火药啦。咁嗱，不满佢，因为要怼冧佢。印度神童预言呢、這个时候系你最估唔到嘅时候，因为佢话呢一个月系充满最负能量嘅月。系咩？就系、是、最负能量嘅月份啊嘛，七、月到八月。咁你见嗰条友都好充满负能量喎，惊啊！系哇，喺印度神童无端炒起啦呢铺油吓，一镬炒起晒，系咪？咁究竟有啲乜嘢继续会可以影响到大家呢？正所谓佢嘅预言讲话，七月七号系进入呢个天黑地冲嘅状态，亦都系最空最负能量嘅日子。今日七月八号，一日啫喎。就已經展露到呢個最兇猛嘅負能量咯，係嘛？咁佢啦，阿印度神童特別點名咗啦，又話因為中國內地啦、台灣啊、韓國啊同埋日本啊，都會有災難發生。咁啊，印度神童重點講嘅咧就係極端天氣啦，係咪？咁但係日本就唔係極端天氣啦，係因為一條友充滿負能量，不滿佢啊就。打冧咗佢啦，咁啊睇嚟咧，印度神童啊，真系准到派到。嗯，咁我哋对于派到准，系啊，对于佢咁准，我都有时候我都唔知道好唔好。自己都惊啊，系我都惊啊，因为其实啦，佢讲到话嚟紧啊，仲会有只超级病毒噶吓，咁、啊、佢指出咧，嗱下半年嚟紧，全球多国会对呢个疫情失控啦吓、啊，就无以为继嘅。咁佢提醒过西方国家噶啦，喺呢个最新嘅。影片裏面預言裏面咁佢提醒西方國家啦，英國、葡萄牙啦、法國咧呢啲地方咧要注意疫情，防疫政策要隨機應變。咁啊，如果唔係咧，就會出事啦。隨機應變係啊，應變喎、啊、你講應變啊，應變係、啊、應變啊，係咪先？咁啊，印度仔係咁講嘢嘅咧，隨機應變係咪係咪咁噶啲音？唔知哦，問你啦啊！咁啊，印度神童咧，佢最後都警告啦，嗱、啊，提醒大家一樣嘢，受到啊卡拉薩爾帕瑜伽同埋土星雙重負能量影響咧，地球啊，成個地球，成個世界啊，係會。
转去一个非常之危险的事，尤其是经济的问题。咁啊，系啊，日本股市都俾佢挫一挫啦，你咁样系嘛？咁当然啦，有啲嘢人为，我哋成日都话好多嘢都系人为。咁所以咧，印度神童啊，呼吁大家人类啊，一定要同大自然啊友好共存噶。如果唔系咧，你将会大镬噶，大镬了咁话喎。咁依家真系哇哇声啦，印度神童中啊嘛。咁啊，除咗呢位前首相咁危急啦，而家就俾人打咗一枪散弹枪吓。另一位喺英国嗰位咧，都危危乎啦，唔系危危乎啦，应该都玩完药原料罢咯噃。琴日我哋仲喺度讲紧个话佢咧吓，就俾人逼供啦，系咪？佢依家咧原料就出嚟啦，就宣布辞职。约翰逊辞职啊？系啊，英国首相啊，约翰逊咧就宣布辞职，将会留任啊，到至到佢哋选出呢个新党魁为止噶。哇，有人咁讲噶，究竟依家系咪啲真系领导全部出咗事咧？因为啊，英国有个预言家讲过噶嘛，今年啊，全球啊，有个国家咧吓，即系嗰啲领导啊，高啊，甚至领导人啦、啊，将会咧吓俾人刺杀噶嘛。咁有人就话：喂，安倍唔算系嘛？安倍前喎、啊、前喎、啊，系咪？咁会唔会关英国事咧？吓、啊，咁你见到啦，呢位英国首相约翰逊点解无端端辞职咧？吓、啊，佢之前嗰啲派对门都嚼佢唔低噶喎。咁阿约翰逊啦，佢喺琴日啊出嚟宣布，佢话佢自己啊失去咗全世界最好嘅工作、啊，咁佢将会留任咧到新领袖上台噶啦。咁咧，佢更加任命咗新嘅内阁官员，呢段时间服务国家啊。阿约翰逊就咁讲，佢话对你嚟讲，对英国公众嚟讲，我知道有好多人可能会倒抽一口凉气。我想你哋知道，我放弃咗世界上最好嘅工作系几困难嘅咧。咁有几好啊？吓、啊，因为唔使梳头啊。你见佢好似个黐线佬咁啊，唔使梳头 ，rock and roll 咁样噶嘛，系嘛？定系饮大两杯咁样，日日唔梳头啊？咁佢话啦，佢想你哋知道啊，由依家到新首相就位，政府依然用公众利益为依归，国家政府将会继续佢嘅工作。嗱，佢继续讲到话，佢未能保住自己个位咧，表示失望。吓、啊、咁，当然啦，佢啊对依家佢自己嗰个任期，即系佢在任期间咧做咗啲嘢咧，佢话佢非常之自豪、哦。佢话啦，佢啊为本届政府啦完成咗英国脱欧啦，解决咗啦英国同欧洲大陆之间嘅关系咧，吓、啊、呢、這个成就咧，佢感觉无比嘅自豪、哦。咁样啊，系咪咧？咁无端端点解会搞到咁样嘅咧？因为阿约翰逊啊吓，就话啦，好似系俾啊啲佢自己嗰啲党友咧用吓、啊、逼到落台噶噃，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阿约翰逊啊吓，佢个财政大臣同埋卫生大臣会唔会因为佢之间咧真系啊呢条友傻傻地嘅，我都唔捞啦！突然之间话唔捞啦，咁啊见到咧就成五十几个嗰啲咁嘅官员啊，相继一齐跳船吓，咁、啊、其实佢之前咧派对门都撑得住嘅，咁但系咧今次咧会唔会系俾自己队友出卖咧？原来啊，英国财政大臣咧呢、這个新伟成啊，同埋卫生大臣搞。韦德咧就话啦，一齐督佢灰啊！话约翰逊啊无视佢盟友咧下议院保守党副党鞭咧涉及性丑闻，并且咧夹硬任命佢啊！所以咧呢两位啊大臣啊就即刻咧，你条友仔都冇得救噶啦，即刻辞职啦！咁啊，就掀起咧新一个咧就跳船潮。咁呢样嘢就系一个导火线。亦都係一個引爆咗阿約翰遜嗰個叫做落台嗰個味道嘅，咁講到
英國啦，十幾個部長啊、次級副手啊，同埋內閣成員個個都對阿約翰遜投咗唔信任一票之後咧，所以啦，佢覺得真係搞唔掂啦，因為之前亦都有傳出啊嘛，如果阿約翰遜去到咁嘅環境，死都唔落台嘅時候，英女王會唔會出手呢？英女王会不会出手赶佢落地呢？关佢咩事啊？英女王讲嘢冇力啦。有屙尿都唔系一滴嘅。咁但系其实啦，如果你依家见即系阿约翰逊，当然自己乖乖地落咗地啦，系咪？咁其实喺呢、這个、英国政府啦，或者成个政府咧，即系徐英伟事件，佢又系派对门咯。佢派对门冇事嘅，不过佢自己任命啲人，好似或者叫玩大咗咯，系嘛？癫过龙咯，好多人都睇。佢唔過眼咯，呢條友中即係點都要整個鑊金咁樣，咁佢自己最後咧都俾人整咗鑊金噶啦，咁已經啊，即係叫失去眾叛親離啦。咁你見佢眾叛親離，冇人理佢嘅時候，咁喺做一個首相係嘛，冇跛腳鴨嚟嘅啫喎，係咪啊？咁所以啦，不如走啦。咁啊，正所謂要走啊，走得快好，係咪？咁呢樣嘢，唉，算罷啦。佢自己都係，佢啲私生活又係麻麻地嘅，係嘛？之前淨係一個派對門事件都已經搞到爭啲都係落得㗎啦。咁啊，講到話咧，佢更加咧呢條友仔啊講嘢咧真係非常之誇張啊，樹敵眾多。嗱，佢更加曾經形容啊啲單親細路咧冇家教、無知、激進嚇，咁啊又話人哋私生仔啊嗰啲咁嘅嘢啊。佢講呢啲啊？係啊，佢曾經講過呢啲嘢㗎。咁佢咧形容啊嚇就男同性戀者咧係著住運動背心嘅後庭男鞋喎。哇！賤人講。讲埋啲嘢啊，咁就话即系讲啦一啲啦，蒙面嘅穆斯林女性咧，就好似个信箱，同埋银行抢匪劫匪咁样，哇顶你个肺还似信箱，即系你见过人哋啲蒙面嗰啲啦，得对眼嗰啲噶啦，都系啊。吓、啊！哇，佢真系乜都够胆死啊！系啊，吓、啊、咁非常之恐怖啦！即系佢嘅言论系好出位嘅啊！咁所以有人就觉得佢啊真系树敌众多，其实迟早啊都会真系收皮噶。咁啊，亦都啦，佢又形容过啦，当时候啊，美国啊，吓、啊。呢、這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即係克林頓老婆啊，染金毛、嘟嘴、啊、眼神冷冰冰，似足啊精神病院裏邊專虐待人嗰啲瘋狂護士喎、啊！哇，你真係佢講埋啲嘢，佢講嘢真係黐。喂，林作你嘅咩啊？佢個頭一樣啊！嗱，即係林作啊！我唔知佢係咪似林作啦，但係咧。你見到啦，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無端端喺條街度俾人砰一聲拍到，即係命危。佢依家就宣布離任，咁樣會唔會有生命危險啊？佢遲早，哇！係呢、這個佢自己都要睇下喎。你知依家咧全球啊嗰啲嘢咧都立立亂噶嘛，係嘛？咁印度神童都同你講咗呢個月啊，大家要小心啊！啊，印度神童都有點名英國噶嚇，咁、啊、呢樣嘢會唔會燒埋佢嗰一沓咧？定係已經係燒咗佢咧？佢落台咁呢啲嘢。真係要睇下佢捱埋到呢個七月到八月呢段時間，咁啊印度神童講嘅嘢睇嚟真係呢期潛修咗一排準咗好多嚇，佢係咪閉關修練咗咧？我哋早嗰排又話佢避水沖去喎，咁啊去咗二度空間，跟住索咗啲猛料翻嚟，咁啊真係唔知啦。咁啊好啦，講完哇世界呢兩單大新聞之後咧，我嚟講一單嘢啦，一單咩嘢咧？都大新聞嘅，原來啊，就話啦，有一個加拿大泳手啊，嚇、啊、女泳手咧，就懷疑啊，嚇喺呢個叫世界游泳錦標賽之後咧，俾人落藥喎、啊，導致到佢咧斷咗片六個鐘喎、啊，哇，唔係啊嘛，落藥嗱，咁、啊、究竟係點樣咧？就話説啊，呢件事發生喺世錦賽最後一日㗎。係、哎、啊，呢位加拿大女泳手叫哈維啊，哈維啊，咁佢咧就幫加拿大隊喺呢個女子四乘二百
自由泳接力赛咧就攞到铜牌，咁啊一齐去庆功啦。庆功点不知咧，之后就熄咗机，话佢自己啊冇咗记忆，佢冇注意到自己饮咗啲乜嘢，佢就话啦，净系记得一擘大眼咧，就已经第二日，佢仲好迷茫吓。身边的就是泳队的经理和医生，他说他完全记不起任何事，里面呢断了片最少六个钟，哇这么恐怖。更加他自称回到家之后发现周身瘀，他事后从他的朋友得知他当时已经是没有知觉，由朋友呢扶走咗，系哇，俾人落药喎，迷咗喎。好彩佢身边好多朋友喺度啫。咁咧，佢话啦，呢啲瘀伤咧，相信系啲朋友啊拖佢走嘅过程当中撞瘀嘅。咁就话佢啦，话佢轻微有脑震撞添。咁恐怖啦，恐怖啦吓。咁佢真系佢觉得自己咧，好似完全吓吓，系好似俾人暗杀咁样。佢话。好彩呢件事咧，真系冇发生啲咩大问题。咁佢就住呢件事咧，就喺网上边咧发表，即系发表呢件事，同大家开心 share， 就话俾大家听咧，真系大家要小心啲，知唔知啊？吓，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当你觉得以为呢个地方身边嘅朋友好信得过吓，饮嘢食嘅嘢冇问题嗰时候咧，从一声，咁就好似呢位。泳手或者好似嗰位前首相吓、啊，无端端喺后边咧就俾人开枪咁样啊，系嘛？咁呢个世界啲嘢咧就系咁样啊，哇！真系恐怖啊！咁究竟呢个安倍晋三啦吓、啊，安倍晋三仲有冇即系有冇机会可以救得翻咧？都仲未知，因为始终啦。佢依家个情景都好危急啊，系咪啊？咁哇！我睇到啦，嗱，我依家暫時睇到咧最新消息就係話，內地新聞嚟嘅，要幫啊呢個安倍晋三咧安裝呢個人工心肺喎，哇係！睇嚟都即系心同肺冇咗啦。话佢啊，因为咧心脏周围都有血块啊，因为医院你谂住帮佢咧。清除心臟附近嗰個啲血塊啊，先俾佢搏翻個心臟跳動，所以咧要焗住裝人工心肺。咁都救得翻啊，犀利啊！咁如果呢啲啊西醫勁，我話俾你聽。係啦，咁希望西醫先做到啊。嗯嗯，咁希望佢真係吉人天相啦，吓咁啊，真係引到神同有众。咁有时有啲嘢咧，大事唔使多噶，吓一单咧足以够震撼，系嘛？好，咁啊，今日时间系咁多先，系下一节再同大家讲其他新闻。引到神同有众啊，拜拜，拜拜。